兔妹妹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一会儿你可要好好享受啊。嗯、妈呀，我怎么出现在岩浆里啦？臭小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这里是位置互换生存，玩家每120秒互换一次位置，只有把对方坑狗带才能获得比赛胜利。怎么样，刚刚的岩浆浴还合你的心意吧？可恶，刚刚是我不清楚游戏规则，这局不算数，重新来。且就算再给你100次机会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那我有必要让你尝尝打脸的滋味了？而且就凭我聪明的才智和反应能力，取胜那还不是轻轻松松？是吗？大话还是不要说太早，接下来我们就各凭本事吧。嘿嘿，岩浆浴体验过了，那就再给小兔子安排个脚底按摩服务吧。没办法，我小迷在服务这方面考虑的就是周到。OK， 轻松搞定。一会儿等到时间快到了时候，我跳进去，兔妹妹肯定必死无疑。哼，今天可不能便宜了，臭小迷。看我直接给他来个高空蹦极，好好刺激一下他。嘿嘿，就这高度肯定能把臭小迷摔成肉泥。哎呦你妈！就是现在，我去，周围怎么都是地刺。不过就这还能被称为陷阱吗？就连隔壁家的狗看了都得摇头。妈呀，上来就玩这么狠的吗？还好我可以利用绳梯无伤落地。臭兔子，既然你无情，那就不要怪我无意了。看我直接利用加速方块和巨人核心，让他好好的体验一下《速度与激情》的快感。怎么样？我这陷阱一会儿肯定能把兔妹妹伺候得舒舒服服。到现在我的分数还没有增加，看来小迷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接下来我得使出点真本事才行啦。先用咒言围一个坑，然后在坑里放上毒水。毒水有麻痹效果，而咒言不仅难挖掘，还会扣血，只要陷进去，除非狗带，要不然这辈子也别想出来了。嘿嘿，玩的就是心理上的折磨。哎呦你妈，来了。我去，这又是被传送到了哪里？还好我手里有稿子，要不然小命真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好家伙，这次居然是毒水陷阱，不能挖方块，也不能跳出去，这要怎么办呀？哎，有了，我可以利用液化剂把沙子液化成流沙，咒言碰到流沙就会变成透明的，这样就能轻松出去啦。我靠，牛逼！就这还想坑到我迷你百事通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再一再二不再三，这一次我准备拿出杀手锏了。不是吧，这么久了臭小迷居然还没狗带。哼，这次看我直接利用液化剂制作一个沼泽，臭小迷陷进去就只能乖乖等着被憋死啦。嘿嘿，我这无敌阵就大功告成啦，一会儿只需要通上电，绝对可以把兔妹妹炸成炮灰。哎，这又是哪里？哦，原来是流沙，就这么低级的陷阱还想困住我，简直不要太天真呀。妈呀，我怎么刚过来就没了？这臭小迷还真是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啊。